11月14日，网传山东临沂罗庄区光耀实验学校冬季校服被指向兽医，图片显示校服上有祥云图案，拉链上还有盘扣设计，网友称确实有点瘆人，也有人认为挺好看，不像兽医。对此，光耀实验学校回应称，校服挺好看的，是汉朝风格，学生穿起来很漂亮。说像兽医这属于个人看法，谁也阻止不了。事先征求过家长、学生意见，不会更换。校服其实挺好看的，它是一个汉风，就是汉朝的风格，穿起来很漂亮。其实